好，奶奶好久没看到你，想你。你在你工作很忙，你好好的学习吧。你就是以后把工作搞好，你一个以后你的电影马上就要给放了，奶奶一定要去看。奶奶希望你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搞好工作。奶奶就是对学习的有时间有空就回来看奶奶。电影开始放，奶奶一定要去看。